经过了大风大浪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我的神经是过敏了一点。但是，我绝对有信心，我呢，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。我这回呢，参加这个国家情报员的面试，我绝对是有备而来。看到我手上这根香蕉了吗？它呢，绝对不是一根普通的香蕉啊！看到没有？这是一根香蕉，它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胶皮网膜，看到没有？只要呢，在我出任务的时候呢，想要刮胡子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刮胡子。那是不是很棒啊？同时呢，它也可以是一个通话筒，只要在我出任务的时候呢，随时呢就可以用它来打电话。喂，文熙啊，文熙，你现在在哪里被人研究啊？不叫文熙，叫达文西。啊，是不是很优质啊？哦，那它呢？同时也可以是一支 K 歌麦克风，只要在我出任务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拿它来唱歌，来迷惑对手。啊，等一下呢，我就来唱一首李香兰的《秋意浓》来给司令听听看啊。秋意浓，离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离别多，啦哩啦哩啦，离别多，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，只要把这个胶皮给剥掉啊，就可以拿它来填饱肚子哦。浪漫香蕉我喜欢吃，嗯，吃完了胶皮呢啊，只要把它组合起来，它就会成为一个优质的吹风机哦。嗯，啊，优质哦，帅，温馨啊，帅哦，拜拜喽。